张天文以形象大使的身份出席莎莎妇女银袋日。入行多年的 Kelly 说，其实她恨了很久了。咁我成日都谂，如果有一年可以做到 Image Girl， 就真系好开心。咁点知今年真系好荣幸，可以俾我有呢个机会。我由今朝早一到咗，未化好妆已经狂影相啦。今日应该会影好多相，因为唔知几时会再有呢个机会着到咁靓，跟住戴顶咁靓嘅帽。我自己好中意我哋今年 campaign 嘅造型，因为往年可能都系比较女仔啲啊，都系个 theme color 一定是粉红色啦。咁今年除了是很靓粉红色之余，亦都很型咯。咁呢个是马会想出嚟的 concept， 我真的很中意，是讲一个女骑士的。咁自己中意到系影嗰阵时，哇！如果衣服想整个油画出嚟挂喺屋企，哇，好型。跟住点知马会真系好锡我，即系真系整咗幅油画俾我送去我屋企。跟住哇，即系每日挂喺屋企望到佢，我都觉得自己好幸运。我想啊，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馬，因為我屬馬嘅，咁所以就我亦都好中意動物啦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馬係好有靈性。咁如果有一日可以即係騎馬做馬主話，咁就好犀利，係啊。